礼拜所有都已经也有都做试门。这是曾国藩的，我觉得他是从史料性的角度，了解历史的角度，以及就是比如说，稍微有点猎奇的心态上面的角度，以及欣赏花间这种形式的美感，以及就是对比如说一些书家的书法的一些欣赏角度，他还是满足非常多大家对这个需要。这是吴云的吴林义，吴林义。哦，我刚刚是不是正好挡住了？就这在这边是是。对，是的。我想挑好看一点书。对，这个。啊哦，题字，题字。我叫小陈，我去叫。好，我在这。好。这是陈介祺的，他左右书口都会有写名，对。哎，他这个花间还蛮有趣的，他一段一段的颜色都不太一样。哦，他有还有放大版，对，有放大的，这个可能是原大版，哦，不，略放大了一些，略放大应该是。深圳雅昌真的印的很好，哎，调色也很不错。这个书而且很重，是我不是扒开的吧？这个书因为特装本只有200本，然后因为有作者样书，所以可销售的话只有180册，我估摸着应该是会需要抢一下的那个。对，大家要拼手速的。对对对。如果要购买的话，应该很多的，就是我们西泠印社自营的一些渠道，还有不能说别的平台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兄弟的平台，对，还有一些大家会关注的公众号啊之类比较知名的，应该友商，对，都会有。哇，这个也是，对，它里面还会有这样子，为了要展开能够看到全貌，可以看一下这样子，它是。看到全貌可以看一下这样子，它是可以展开的。就是为了尽量还原吧，也可以说是。是。就我们有一些是原大原貌原色的一些操作，也有一些是尽量能够去能大尽大的让大家去感受。哦，这个是梅花底的一个。对，我想到我们的梅花册了，哦，还要带一下别的货。对，这个也很好看，它会有一些暗花。对，这个是菊，凑一套梅兰竹菊，它是那个吗？对，好像有。这个都是黄，都是菊吧？都是菊。我们里面还是蛮多这种，你看到这儿也是有。哇，那竹，哎，真的可以凑一套，快快快！对，你看这里，这个是完可以这样大展开的。对，就是为了整一封书信都能够。让大家看到，我就不移了。是，对，没事，你们今天晚上都可以买到，可以自己好好的看。虽然特装本，我觉得你们不一定全能买到，哈哈。你也没有。哦，对，再介绍一下特装本跟那个精装普通就精装本的一个另外的区别啊，除了那个羊皮的书籍以外，就是特装本里面的话会随书再附赠8枚，在这个里面会出现过的那个就是花间的复制品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函套，那个也很漂亮，但是因为特装本我们手边也没有，就我们不会有样书，全部都拿来就是给读者了，所以没法给大家展示，到时候可以8点的时候关注一下。这个也很好看啊。对，我觉得就收到这样子的信应该心情很好吧。小李以后不要给我发微信写信给我，我不跟你交流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花纹这个是鸟吧？是什么鸟？这有那个，就感觉是有树枝的。对，